还不抽吗？哦，越多人问还不抽，什么时候抽我就越不想抽，反社会人格。要抽了没？我看到这种字特别不想抽。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该开始抽了。今天的目标很简单，七夕跟谁过？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跟咱们的伊利亚还有阿比一起过。我想要阿比看你们宝物，新拉天赛。ナルト、サスケ，我是鬼，真的鬼。我只能说，看起来蓝猫纸非常有用，非常的有用啊！曾经的蓝猫去哪了？此时的蓝猫还不知道等等早餐要吃什么，三小啦，靠飞哦！没事没事，宝一，宝一前起脚，你五单之内抽到宝物，我定六个月哦。怎么有人这么的相信我啊？我是很喜欢你这种祝福，但往往有人下了这种 flag 以后，这个结果就不好了。棋子，指示布，哦，变四星，好抽多了。懒猫纸箱半，抽卡都都。Mana no yo。嗯。这样算是回来了吗？这样算是熟悉的味道出来了吗？熟悉的轮位，想偷渡欧洲被遣返了，对不对？偷渡欧洲，这里是欧洲台，欢迎来到欧洲台。欧洲台，欧洲台，欧洲台。旗帜转进，指示部。Nice, nice。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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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猫咪肯定阿比会来的，阿比要来了，完蛋完蛋完蛋，熟悉的感觉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，这个十连给你奇迹，初恋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，抽卡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，来了三条线。指示部宝山也可以，我们还需要剑指，剑指哇，抽卡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，我们该抽第三单了。现在八太太也保龄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八太太居然保龄吗？哎，大家不要担心好不好？我们才刚开始，今晚夜还漫长。我跟各位聊天室很云的玉主讲一下 ，FGO 抽到盘子的规定是，不管你有没有拆掉，不管有没有吃掉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抽到第六只。就算你身上没有任何一只，你抽到第六只就会有盘子、哦、不要再云了，有没有压掉有没有吃掉都没有关系的，是看你抽到的次数，也就同时代表着假设之前2000万当漏的时候你有换也不会拿到盘子，是抽才会拿到，不然聊天室真的云到哭。而我虽然没有玩过 FGO， 但是我虽然没有抽到第六次，但是我记得，但是我觉得，哎呦，云啊！我虽然不会玩那个什么快打旋风，但把人家接起来34段应该蛮简单的吧？啊，不就这样子按一按，那就叫云好吗？我是海盘王，海盘王彼得。终于来了，爸！香，干好梦，八太太怎么那么香啊？来了，我感受到了，完蛋，我会怕。心术不求高，有金则灵。我们要一个字，八，好不好？跟着我一起 say 八。我想一下，什么歌会有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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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包？八。这样子八二二八三子，我感觉你们对我会抽到的这一个事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信任，是为什么呢？你们怎么可以对我会抽到的这件事情感到这么的不信任呢？我像是会没抽到的人吗？你信任我的效果干嘛？你是游戏王的魔法卡是不是？发动陷阱卡，抽到两张阿比三零 Wispy Pokey 啦，干你这个陷阱卡好没用啊！天哪，阿比现在保几？
欢乐宝一百来了，一天哪一，好过好累。哒滴哒滴嘟，好戏弄啥？あなたのすべてが。宝物，发育前差两个指示部，四个阿比。Nice， 逆转后期。第六单，目前大概几率平衡吧。什么可爱的阿比？宝二，六单宝二，这样子算 O 还算 B？ 只有 Y 一只。我他妈也是抽三只，什么叫只有 Y 一只？哦，不要不要，找到你我就打死你！妈三只 Y 一只，跟我说、欸、你只有 Y 一只，我跟你老师他妈只有 Y 一只，我这个人民的法锤，我不锤死你！你这数学老师的法锤不锤死你，我今天不放下。六单是六乘一六七，一千颗石头加六十，330抽嘞。330抽三只，嗯，差不多啊。亚洲，亚洲，亚洲，干的吗？这些抖音都来闹的哎、欸，都来搞的啊，干嘞！不是，这些人都是在搞来搞鬼的哎、欸！我的七夕节，我的阿比，我一样给你十抽的机会啦。什么啦？体验之下，蓝猫可能会抽到。抽不到阿比，阿比地狱，阿比负三，阿比负三第几单？我看一下第几单，第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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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单，完蛋，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别说我没帮你啊！有感觉到你的帮助。MACAROM 啦 ，MAC 棋子在哪里？棋子，棋子来了，棋子 ，Nice， 指示部可以哦，这样指示部负一。八太太有七只，这样算八七吗？金卡，金卡。金卡，漂亮，这样就差三只阿比，今天就收工。三只阿比会不会抽到明天？三只阿比而已，抽到明天，你妈的日本换日还有可能，台湾换日太扯了吧？没有这么多钱呐、啊，就算他妈的抽得到，也没那么多钱呐、啊。波利娜，外乡人，就是你了，外乡人。但现在是不是因为外国人没有办法入境台湾啊，才会抽不到啊？救！所以聊天是干你们屁事啊！他妈的，靠背哦！千鸟教主也是直接订阅阿比 ，yes！ 我也想干死你！我说干爹啦，富翁九单保单，不能再这样子了，赶快，我们就缺两只阿比，拜托你了。外乡人棋子，你知道什么东西才是一定会出的吗？我的大拇指啊！按下去，摄影师购入，给他按一万块，然后点下去，这个人叫做一定会出。阿比会不会出我不知道，上单是肯定会出的。还有人问说实盘不用吗？实就没有实盘怎么用？哎，干这他妈真的是我账号吗？我怎么会忘记我上次保六了？杀深渊，感觉那天飞不太累了，累到什么东西都忘光光了。妈，连我自己有宝石，那个盘子都不知道，绝对不嫌换，绝对不嫌换，先抽到再说。我们差一只，本来以为差两只，结果发现只差一只，尴尬。拜托，外乡人。原来 FGO 有保底系统，这不是保底好吗？目前627抽，627抽5只五星。蓝猫，我撤回我刚刚续订讯息说的话，这是我熟悉的盘仙轮，我没续订错。那我不撤回刚刚那句话，干你老师。蓝猫怎么突然变来了？我的身体是由氪金之力建造的，快氪完了。我刚氪了10单就矮了10公分，再他妈再多氪20单我消失了。
他正在蹲靠背哦，我趴着抽了，躺着玩，坐着玩，趴着玩，还是 Fate Go 好玩，耶耶耶耶耶，还是 Fate Go 好玩。Happy Birthday Master， 为了这首歌，靠！第十一单，最后一只。是鬼吧？有用耶！懂了，我跟你说，这首歌真的有用啦！跟各位介绍 ，FGO 史上最他妈垃圾的系统，在这个系统里面，你可以花很多钱，花更多的钱，浪费你的钱，然后把浪费的钱变成更浪费的东西，还不得不用干。我要把阿比装到箱子里面了。十一单呢？十单又三十抽才对，十单又三十抽，抽到四只阿比，两只歪的，然后跟刮掉十个盘子。但个人认为十个盘子应该要算十单呐、啊，应该要算二十单呐、啊。这个十个盘子我存了一年呐、啊，没有一年存不到的。妈祖托梦跟我说再抽会出，他也托梦给别人叫他选总统，没上。主播别哭，不是，这几个盘子真的跟了我很久，我很不忍心看他们就这样子被用掉。我一起度过了二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关吧，差不多，以后还要回来，操你妈！出一只保一只，抽到老婆你会快乐。出一只保一只，出一只保一只，出一只保一只，看他出的快还是我钱赚的快。出一只保一只，出一只保一只。